让漫画更精彩，熊熊动漫解说。得知石头与玄冥牺牲的消息，炭治郎悲痛不已。阅读过千兽郎信件的他，虽然明白自己的火之神神乐并不完整，但此时此刻已无法顾忌太多，剩下的人必须勇往直前。不行，赶不上了，朱氏小姐撑不住了，无惨马上就会复活。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灰力哉迅速对靠近无惨身边的队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然而却为时已晚。无惨以全新的姿态冲出了肉茧，紧接着便是一面倒的疯狂屠杀，就连负责监视战场动向的乌鸦也无法幸免。真是值得称赞，为了我还特地把这些食料送来。无惨，你今日之内必将被斩杀，把我的丈夫和孩子还给我。事到如今还嘴硬，那我现在就送你跟他们团聚。另一边的御史郎瞬间感知到了朱氏小姐的死，此时的他已接近崩溃的边缘，面对亲自下场的无惨，无限城最为惨烈的大战即将展开。